经历万物之辉，我们跟虽然没有办法跟天地一样的长久，但是各位姐姐，我们生命有限，我们也可以创造跟天地一样无限的智慧，无限永恒的智慧。好，世人知道悲欢离合的无奈，当我们遇到的不会很无奈。哦，像后姐的公公要离开后姐的那几天哦，后姐真的很无奈，求天天不灵，叫天地不灵。哦，等结果给再给公公一个机会，但是人家啊、哦。哎，我们有个跟杨淑芬那个发糖的一个杨淑芬讲师所讲的，他的孩子是八岁就离开他，他刚好在讲课，还在上课，还拖了上课，结果接到医院打的电话，说你的孩子现在在医院里面哦，发生车祸，非常严重的车祸，啊，你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急。他听了这句话，然后他就知道那孩子已经走了。可是他搬家在医院了，去找医院，看到孩子离开他了，他没有嗷嗷大哭。我们有机会可以放杨淑芬讲师那一块，或许有请我们的吴淑芬讲师把后面扣起来。他搬家在医院里面感谢天师的，只有跟他的孩子叫抱三宝，送三宝回乡念佛。那他感谢天师的，他跟上天老母说，因为他的孩子他结婚八年都不分开，说八年是几年，他是求来的，换了房子在求换屋子，是给他一个孩子，那这个儿子是他求来的，那他求来的，他说儿子是我求来的，那上天老母你是给他，如果是八年的一个缘分，你一定要把他带回去了，那我就还给你。周边人有多潇洒，很潇洒，而且他想象他都要掉到一点内，或许真的很伤害他。因为我们的资深讲师，他在国语的那个经典班的时候，他有放让我们看了一个片段，那后续呢，麻烦你帮我拖起来，可以在我的分解里面有个资料，或许上个礼拜。天人一般的礼节里面，我觉得很少，所以他们那些又是自己的啦，或许给他们看那个礼节，大家都掉进去啊，人家有多么的潇洒啊，多么的潇洒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悲欢离合的苦难，但是圣人却知道超脱了苦的潇洒，所以我记得那个杨淑芬讲师哈，他是真的是成道圣人的一个意境哦。儿子哦，对儿子，那儿子十八岁，刚好在发病的时候就把他带回去。他是感谢上天，感谢天恩师的，好、哦，感谢天恩师的。那第二大，或许大家跟各位共同学习如何绽放心灵的灵光。等一下休息哦，两到十点半，十点十分到十点半，没有到十点半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合班，所以对，按合班不是十点五十吗？对。好、哦，那我们等到10点半休息。OK， 十分钟。四十分也可以，休息十分钟。好、啊，那到十点四十可以了，我就这样分手，三十五没有问题啊。是我讲的多喜欢，可是或许是以我以后也能够去了解的，还有会遇到的一点跟多一点分享。好，如何绽放心灵的莲花？我们的心里面有莲花朵朵的开了，用快乐心去体会生命的智慧，快乐过一天，烦恼也过一天，痛苦也过一天，所以后者都快快乐乐的过一天。我老公说，跟我讲，你就要听听啊，现在最轻松的就是后者，因为我们对面一个老菩萨一直在请那个参悟，啊，我老公说常常跟我说。老婆，你去做看看，你今麦在演那个高位地方呢？啊，你一谈啊，我讲哦，老公慈悲啦，我现在责任不是在做看，我只是在锻炼，责任就是我的方向，哦、方向对了，你一定不会再去成就，你的时间就在哪里，的成就都是在哪里哈、哦。好，用我们带来的心去包容世间的一切，因为我们人生里面生人华人。无生法忍，世间的一切，我们都要用忍耐的心。其实
要包容，其实我是觉得会比较好的哈。因为忍耐，你忍久了，有一天就耐不住了，少喝耐不住，那又是慈悲的心，接引迷失的众生。为什么我要度人？为什么要成全道心？就是要显露我们慈悲的心，去接引迷失的众生。因为还没得到的有缘兄弟姐妹很多，哦，很多。那我们如果去以我们所知所学的去引导、去接引，这非常重要。那真诚的心去担当伟大的使命，这个真诚的心很重要。其实常在我们中庸学习的过程里面，就从23到三十，好像29、13都是在讲真诚。那我们在23有学到，哦，名称三，自名诚谓之心。自成名谓之教，那名则成名，成则名。但在这一段时间中，我们只要是真诚心，我们就可以担当伟大的使命。你今天修梵高，你没有真诚的心，你就跨不出去。哦，像我们组长两位组长刚去泉州，去了18天，简直是说的抛家弃业，不是抛家。离乡背井到一个泉州去学习，不是什么？难道我一定要来这里煮饭吗？难道我一定要来这里讲课吗？那才会免费讲啊！就是要用一颗真诚的心去担当伟大的使命，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跟使命哦，没去绝对不行的。简单是一生一这样子就是要去的。那为什么要去？就是我们要显露我们真诚的心，要去接引迷失的众生。用坚定的心去挑战任何的考验，其实从小到大都有很多的考验，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考验，没有人能够真的一路平顺的，多多少少、大大小小都会有考验。那在考验的时候，人家说顺境的时候要有恒常观，逆境的时候要怎样？因缘观。那因果观呢，就是你会遇到这个逆境，逆境一定是有因才会今天承受这个果，哦，绝对是的。你今天要嫁给这个老公，这个老公往后跟你一起经营这个婚姻生活，这个老公如果让你一路很幸福，像我们这个议会前天早上自己说他选的老公非常棒，哦，这就是他的因缘果报。他有几个的选择老公，你真的一辈子要吃苦，哦，喝酒要闹，吃苦我要吃钱啊，一大堆。这个就是你的果，因为你过去是修来的三世因果，哦，所以我们真的遇到任何的考验，各位你要记住这一句话，是我们济公老师说的，顺念要有无常观，因为你今天非常的顺，哪天无常要来碰上，明天快到。意外的场边搭未知数，好，未知数。可能我今天在这里讲话，就跟刚才那个吴禅师说的，他是这一次最后一次的体会吧。可是或许说的现实一点，现在看到的江妈妈，明天会去看着他，这是确实，好，这是确实，应该不会了，因为我们早上只要坐飞机而已嘛，应该不会，不会这样子吧。反正他是组长去澎湖坐飞机，他想坐飞机去澎湖。各位姐姐，或许都这样子。我们两个下坐6:30的飞机到澎湖，7点哦，8点上课，上课9:30回到那个我们的住那个民宿了。那明天早上就10点的飞机回到台南10:30，两个人机票。6000块，就为了要讲90分钟的课程，修办到有多舒顺多一点点。我们如果以利润来讲，绝对没有办法走出去。但是今天修办到舒顺的，以舒顺的层面来讲，我们两个要花6000块哦，而且这样舟车劳顿呢，哦，坐飞机上面如果耳鸣的耳朵很痛。啊，组长刚才问的话，我先去谈子，我现在讲哈，因为现在澎湖风很大，尤其晚上，晚上下飞机的时候风很大，
啊，那我做的多一点，因为我这么帮就会被走。好，用平静的心去面对多变的人生，也就是要用平常心。哇，这个平常心很难去预料的哦。像我们一勇跟后手，一勇跟江妈妈说他很早发脾气，我说那你跟我不一样，我们那那这位姐姐为什么她很早发脾气？因为她有盘坐，她内心不乱，她那个一向心不乱这样子哈，不会着相，心就不乱，然后眼不看心不乱，耳不听心不乱。可是后姐不是，所以这个平常心很难去培养，可是我们一定要去培养。后姐女儿跟后姐买了一本书，那个红豆。啊，红豆什么？那个作者，红豆什么忘记了？说要对自己友好，要对自己友好那本书。哎呀，因为有一阵子后学很多的行业，你们就买那个无极限还不够啊，再买要对自己好，跟自己相好啊。哦，那本书叫这个零极限，不是无极限，他就是说那个跟自己相好。后学就看到了那个平常心，他说平常心是非常难培养的，就是平静的心。那我们如何去面对多变的人生？人生真的是多变哦，一秒一秒在变，千变万化哦。那用感恩的心去走完一生的旅途。好，各位姐姐，后学跟各位姐姐分享这个影片。当看这个影片不能够全部看了，你们可以在音库里面自己去抓，慢慢的看。他没有走，他上去的时候失去了胳膊。好，你们自己看，没进入很好。可现在这情况已经变了，我不想你这个差别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我一定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家人的命运。别人说我生活不方便，但是我不仅学会了烹调、吃饭、穿衣、写作，甚至还学骑自行车、学游泳。还是拍了电影，甚至在上单词节目。父母常常劝我说：“你还会下一个吗？”但是我不仅学会了自己化妆，我还现在创立了自己的化妆品牌。有句话叫“不撞南墙不回头”，可是每遇到南墙，我都会一头撞上去。我想看看墙那边到底是什么。我做过上天堂的一个演讲，这次的抗辩演说家是我新的南墙。我要得到更专业的认可，让大家看一看人性上上去的每一个事。这来讲就是一种的突破哦。他犯罪的时候失去，因为我跌跌跌了，跌跌然后我就不是天生的了。